这边来看一下《星球生者》记者最新消息。首先的话，该角色将在4月10号，也就是下周一上线共演服。但是因为后两天的话是周末，且有比赛，正常来说的话是很少会有爆料内容的，也不知道今天会不会有技能等方面的爆料呢？另外，虽然官方这边没有太多的线索，但是外服那边的话给出了记者是小女孩的人格切换角色，也是首个同阵营间的切换角色，挺期待到时候会是什么样子的。其实在去年国际服周年庆的时候就有小女孩会出新人格角色线索，正常排期的话应该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，也就是主线剧情上线的时候，但是最后的话因为一些原因延期到了今年4月份上线。最后就是关于人格切换角色信息，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翻看我往期的视频内容。总的来说就是不一定是对立阵营，也可能是像记者这样的同阵营切换，另外的话也不一定是同一个呀，有可能是相关联的角色，比如说其中一方阵亡，另一个的话作为线索角色，也可能是像红夫人那样是来自书本的角色。个人的话对这种人格切换角色设定还是非常感兴趣的，有点期待下一个人格切换角色会是谁呢。好了，以上的话就本期视频内容，我们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